助长。宋国有个农夫，他每天都勤的劳作，希望禾苗能快快长高。可是几天过去了，禾苗依旧没有多大变化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农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早上先吃个饭，赶紧我们不去炒辣椒了。哎呀，今天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们辣椒现在到今天，到截至昨天的话，销售第三天啊，总共是销售出去现在已经这么多了，2000了啊。所以说今天非常高兴，早上吃一个小时候的吃法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做的辣椒，加到我们今天早上新做的馍里面。小的时候没啥菜，我们就这么吃。因为这个我们油泼辣椒的时候，里面稍微放了一点盐，所以说这个放到里面是相当的，哇塞。尝试这个味道，今天是阴天，化工的员工今天终于回到了岗位，辣椒现在感觉还有一半了，现在不是特别多了，我怎么感觉，哎呀，一个礼拜后应该就非常非常少了。刚才走在外面的路上，这个大老远就能闻到辣椒的这个香味，炒辣椒的香味啊！我现在下去看一看。新鲜的胡麻油一大桶已经没了，凑了又1000姜母了。现在是1000过去负担4。差不多了，来一勺我们那个冷榨胡麻油。勺里面，这一勺就是2斤啊。开机，油到里面再煮上10分钟左右就出锅。炒到微胡麻油。不久喝点喝点，酷酷酷。声音听到没有？就是这么的鲜脆，就是这么的美，保持这样的，哎呀，焦黄状态啊！那么你所有的小皮筋都给放进去，再注意，不要嘛，嘟嘟。哇，这合适吗？几万合适啊？几万的？发财啊！赶紧行，磨了八块了，姐姐。800的。就你业绩。哎，我菲菲感冒了，大餐也吃不成。今天晚上没有一大餐，吃完这一顿，又要去天水市上学了。太精神了。你给你补了吃，你补
多吃出些咸咸鱼，哪怕立功。这太贵了，这一桌几百元的。哎呀，这又小开了哟。这吃一桌几百元的，这又小开了。几百没几百子面嘛，就吃少了。爷爷再见。你坐下家。哎。哎呦，来，坐到我这儿，背上坐一下。哎，咋这么巧了？这不要去了，下去了，哥。三年四十八。下去了。耶。酒足饭饱以后，又要去当城里人了。到了我都没有走上这个路，拿点苹果。把果子都给收了。